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品诺康尼折磁大学学院一共10个一到十折磁小鸟16金表超510星穹铁道 2.6 星珍宝箱全集品诺康尼折磁大学学院战利品折磁小鸟王下一桶钟表解密金表超全网最贴心的星穹铁道宝箱攻略。我们现在直指大学下边这个传送点，传送点在台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里是一个宝箱，看一下穿透。我们来到这个道路中间，站在这个道路中间，沿方向地图上方，我们右前方这两张桌子中间的广告牌，这里有个鸟。右前方第一张桌子后面的广告牌，这里有一只鸟。抛完这个鸟，来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来我们左前方这个花坛后面有一个跳来跳去的这个广告牌，来到这个广告牌位置，在这个广告牌旁边有个叫普雷玛的来跟对话，然后我们这里要开启他的钟表把戏，然后把他的所有的情绪都调一遍，把这边开始调，把这边所有情绪都调一遍之后，就能获得一个叫椭圆剑杯。拿到这个成就之后，来东方向地图右边我们前方这个桌子这里来旁听一下，好，这边旁听之后又能获得一个成就，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我们桌子后面有一个宝箱，看一下，看完之后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我们右前方这里进门，进门之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来朝这个方向盘，从左前方这个干净的墙上面涂鸦一下，来靠近就有这个涂鸦键了，这边是在攻击键旁边涂鸦，涂鸦随便涂鸦什么，你想涂鸦什么涂鸦什么，然后这边获得了一个成就，获得这个成就才来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来这边来到三叉路口，站在三叉路口来西南方向地图左右，我们右的前方这个啊门牌上面有个鸟啊，在上边啊这个门口这个牌，再把它薅下来，好，这个鸟对话完之后，来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你们左前方这个蓝色的门，这里进去，进来之后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有一个讲师，跟这个讲师对话，好，这边对话我们随便选，对话之后这个讲师就消失不见了，这课堂里面就没有人了，然后现在我们来打开我们的活动界面，找到这个试用角色这里，然后开始试用，从这里再出来，再退出来，退出来之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讲师又出现了，这边是筑梦学院的讲师，再来对话一下，好，这边过完对话之后课堂里面又是一个人都没有了，然后我们再来打开活动界面，来找到试用角色开始试用，然后我们再退出来，好的，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来讲台上这个协月讲师来跟他对话，这边上完三堂课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成就，拿到这个成就之后，然后方向地图下还有我们前方这个讲台后面有一个宝箱，看一下，开完这个宝箱来就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我们右前方的这一排倒数第二排的桌子上面有个鸟毛，在右侧这个转一下，好的，转上那个鸟之后 A 方向地图上方往左前方这里有一个垃圾桶，这边绕过去，对话一下，这边选第二个我想选，然后这边选第三个垃圾桶里投垃圾，好的，然后我们来打开地图，然后我们来到地图右边这个传送宝点，我们传送过来之后初始面向左前方的第一个摊位上面有个鸟毛，转一下，再转一下，再跟着转一下，好了，然后来东方向地图右边我们桌子后面有个宝箱，开一下，开完之后南方向地图下方来我们左前方这个商店富贵这里来跟他对话，
勤工俭学之词啊，这边对我们选择这个，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啊，这边我们随便选。这边对话之后，点了我们一本书，拿到这本书之后，他们方向地图下方，在富贵身后这个牌子的左后方有一个宝箱。富贵身后这个长条牌子的左后方有一个宝箱，来看一下。开完之后来打开定，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地图右边的传送表。传上来就金南方向地图左下有我们前方这个墙角，后面有个 NPC， 这个叫哈里，哈里森，来跟他对话。然后这边我们开启钟表把戏，然后也是一样，把所有的情绪都调一遍，一共要调四遍，来调一下。好，这一边把所有的情绪都调一遍之后，就能获得一个成就。拿完这个成就之后，向地图下方前方这里有一个宝箱，在两个气球后面。开完这个宝箱来后，就方向地图左边，在这个画板后面的空中的彩旗上面有一个鸟毛，转一下。转完那个鸟之后，北方向地图上方我们前方这个浮空的盒子，这里还有个鸟毛，来把它转一下。转完这个鸟之后，北方向地图上方我们左前方这个画板后面有一个钟表，修复。这个难度我们选第一个戳一下就过关的这种，然后如果你选别的话，你就退出来，然后重新跟他对话就可以了。这边我们直接减的难度，然后我们先把幕布挪到左下方，然后橙色的点两下，然后下边这个黄色挪到左下方，上面这个黄色也挪到左下方，这边搞定。这边唤醒，然后现在来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我们正前方这个红色方块的右后方有一个宝箱。拿完之后还是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我们前方最里面那个单独站着的 NPC 叫利基亚，来跟他对话。这里我们开启钟表把戏，也是把所有的情绪都调一遍。好了，这边所有的情绪都调一遍之后，就能获得一个成就。然后现在我们来西北方向，突然左上角我们右前方墙角这里有个垃圾桶，对话一下。然后这里选择第三和小桶一起提二霸桶，然后再选择第三个给他一球棒，那这一边就搞定了。那我们这一批呢，就只拿这个右半边和下半边。现在我们这边是7个战利品，2个铜豪，那我们下一批见，拜拜。